王爷们好，先生好。哎呀，昨天晚上没睡觉，所以说今天醒来看超了10万了，非常感动。我现在在锻炼，抱歉，我要晚一会儿再录视频给你们，然后请你稍后等一下。啊，昨天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，特别是这个这我揭发的这几个盗国贼们跑到香港去，这个国外去，包括跑到日本去，他去捣乱，海外威胁员工，威胁家人，而且特别夸张的是，哎呀，好多人打电话威胁我，真是太可怕了，这哪是个国家呀，黑社会都不这样。我过去很多年跟黑社会打过交道，没见过这样啊。行了，一会儿我们视频见，谢谢了，让大家久等了，谢谢。